第十四题，在弹簧秤下端悬挂一个金属圆柱，如图一，已知弹簧秤读数为400公克重。试问，若圆柱全部没入水中，如图二所示，此时弹簧秤读数为360公克重，则圆柱所受的浮力为多少？我们晓得，我们的浮力呢，一定是所谓的减轻的重量，也就是在空气中的重减掉在液体中的重。现在呢，在空气中重400公克重，在液体中重360公克重，所以它的浮力就是40公克重。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则圆柱所受的浮力为多少？我们答案选 A， 40公克重，空气中的重减掉液体中的重，就是所受的浮力。